好几名凶神恶煞男子冲到咖啡厅二楼，三名男子本来在享受早餐时光，恶煞把沙发上的两名小弟赶走后，五个人把被害人团团包围，压在沙发上，还拿电击棒攻击，吓得被害人抱头喊救命，其他客人也纷纷走避。没多久，被害人被一路压到门口，这时其他帮众涌上，直接在咖啡厅门口上演全武行，你拉我扯，把附近的店家都吓坏了。目击一切的咖啡厅员工赶紧报案，警方立刻出动快打部队，迅速压制黑帮企业。事发在21号上午9点，原来被打的是四海帮海青堂的成员李姓男子，他带着小弟到咖啡厅吃早餐，但坐没多久，新庄地方角头现身恐吓，要求四海帮还500万的债务，还拿出电击棒、砖头恐吓攻击，但现场八人最后全被警方带回法办。双方谈判过程中，因不满李南的态度不佳，进而发生斗殴打架。这回为了赌债，大白天直捣咖啡厅讨钱，好在员工反应快，疏散客人还马上报警。黑帮闹事，人不但没压到债，也没讨成，所有人全都进局相见。记者林义祥、吴新伦 ，SN 小组在台报道。